我们继续站在神的面前，我们来到我们要进到神的话语的里面。今天我想要分享的经文是 Pastor Junie 上个礼拜所分享的经文，一模一样的经文。在两个礼拜前 ，Pastor Junie 跟我在对他要讲的道的时候，他说他要用这个经文。我说哦，我也是，因为我的讲章都几个月前就写好。我说我正好也是排好是这个礼拜要讲同样的一个经文，所以 Pastor Junie 就想说那怎么办？是不是要换掉还是怎么样？因为如果两个礼拜都用同样的一个经文，我说 No 如果神在告诉你用这个经文，神也在告诉我用这个经文，就代表我们的人真的很需要听这个经文。 God wants to speak to us， 神真的是要有话要对我们所说。所以 Again for the second week in a row， OK， 我们一起来看马太福音第十一章二十八到第三十节。这边说，这是耶稣他所说的，凡劳苦困乏或劳苦重担的，凡劳苦困乏背负重担的人啊，到我这里来，我要赐给你们安息。我心柔和谦卑，你们要负我的轭，向我学习，这样你们的心灵必得安息。因为我的轭容易负，我的担子很轻省。转向你旁边的人，问他这个问题，问他这个问题：工作忙不停，你累了吗？ Combate 喝了再上， OK 哈。工作忙不停，你累了吗？ If you are, you came to the right place. 天父，我们谢谢你。我知道你今天有话要对我们说。我知道你今天要来造就我们的生命。我知道你今天要来打开我们的眼睛，用不同的角度来认识什么叫做安息跟工作，帮助我们今天敬仰的话语的里面。我在我们当中今天有些的人 They are tired， They tired from 他们所背负的轭， They tired from 他们所扛起的责任， They tired， And 他们今天需要你来对他们说话。感谢赞美你，我们这样祷告是奉靠主耶稣基督的名求，大家一起说Amen, amen, amen. 请坐 ，grab a seat. 那过去的两三年来，常常听到有几句话是常常听到的，其中一句话就是我等不及要出国去旅游。那我们常常听到那句话，但是有另外一个话我常常听到，在过去这两三年就是。我好累哦 ，I am tired。那我好累这句话不是我只听到非基督徒在说，我听到这句话是基督徒都在讲这句话。那当然，当我们是基督徒的时候，我们在讲这句话的时候，我们都会比较基督徒，我们会有一种就是可以把它属灵化的一个能力，这是我们的一个。超能力就是我们可以把什么东西都属灵化，我们可以把很多东西都用一个属灵的一个角度去看，所以我们有时候会说，这个世界累了，当这个世界累的时候，他们是去马杀鸡；当我累的时候，我是去神的话语，因为我是在神的话语里面得着安息。The world runs to massage, but I go to the message of Christ. I go to the message of Christ. A different M， 这是一个不一样的。OK， now。所以我们当我们说我们去到神的话语的时候，我们大部分的时候就是去到我们刚刚所读的这个经文。我们当我们累的时候，当我们疲乏的时候，当我们有需要的时候，我们觉得这个经文刚刚所读的这个经文可以带给我们很多的安慰，给我们很多的力量。但是问题是，很多的时候我们对这个经文的了解是非常的表面。而如果你对这个经文的了解，如果我们对这个经文了解是表面的话，让我们在这个经文里面所得着的安息也会是非常的表面的，也会是非常表面。所以我们可以说，哦，这个世界去这个世界累的时候只是去休息，去按摩，我们去到神的话语。但是如果你去到神的话语，但是对这个话语的了解是
表面的话，你只是在这个话语里面得着当下一点点的舒压而已，但是没有办法帮助你真正进到安息的里面。所以你可能在 Instagram 的上面看到这样的一个经文，然后你 scroll， 你很累，躺在床上 scroll 到这个经文，看到这个经文，然后当下感觉到非常的安慰，但是五分钟之后，你还是在同样的一个疲乏的里面。在有一次，在大概一年多前，我去找一个物理治疗师 physiotherapist。我去找一个物理治疗师的原因是因为我的上面的背 每次都非常的紧， so I'm really tired right here， 就是这边别人在按的时候都觉得好像是一个那个恐龙的化石还是什么，就是一个很硬的一个东西。No， 所以我可以了解圣经说那个硬的紧的人，那就是我。OK， 所以这边很紧，所以我就觉得非常的累，所以我就去找一个物理治疗师，我想请他。我想说，这种累、这种紧，不是随便去找一个按摩就可以了。OK， 不是随便去找一个按摩，我一定要去找一个真正知道他在做什么的。我想说，物理治疗师应该知道他们在做什么，所以我去找一个物理治疗师。我走进到他的那个工作室的时候，我躺在那边，他就走进来。我想说，好 ，I'm get ready， I'm gonna get a good massage， it's gonna be good， 会是一个很棒的一个马杀鸡。但是他在按我之前，按摩之前，他开始问我一些的问题，就开始在问问题。他说，先生，我想请问你的平常的坐姿是怎么样子的？先生，我想请问你一个礼拜运动几次？先生，我想请问你有没有喝冰的东西？先生，我想请问，先生，我想请问，先生，我想请问。然后问完之后呢，他就开始摸我的背，不是按摩，是摸我的背。他就开始摸来摸去。然后最后他就跟我讲一句话，他说：“先生，你知道你的问题是什么吗？你的问题是你的核心太弱了，因为你的核心太弱。”你必须用这边的所有的力量去支撑你的身体。So， 他说，如果你想要这边被舒压的话 ，you have to work on your core。你必须在你的核心上面付上一点代价，需要去工作。You have to work on your core。我躺在那边，我想说，我今天是来找你 massage， and you're talking to me about work。Why are you talking to me about work？Why are you talking to me about work? So today, 我想要跟那个物理治疗师一样， I want to talk to you today about work. 我今天想要跟你分享是关于工作。我知道当我刚刚读这个经文的时候，你 immediately 你想到的是今天 Peter 要跟我讲安息。今天 Peter 要在讲道里面可以秀我一下。我了解，我知道。然后把你送出去，然后你可以得着安息的离开这个地方。But I want to actually talk to you about work today. 今天我想跟你讲到的是关于工作。为什么？因为如果你没有学习怎么正确的工作，你永远没有办法进到真实的安息。如果你没有办法享受也看到工作的价值跟享受在你工作其中的话，你就没有办法去享受真正的安息。你如果你没有对你我们如果我们对工作的定义或是工作的看法是错的话，你在安息的里面，你只是不断在想，哦，等一下我要回到我工作的里面。 And you can't have rest. And so like my physiotherapist， 像那个物理治疗师一样，今天我想要跟你分享一下，就是关于你工作。因为有没有可能我们所遇到的问题不是只是我们休息不够？有没有可能我们真正问题是我们没有用正确的方式来工作？如果我们工作的方式是错的，或者是我们对工作的看法是错的话，你没有办法因为不工作而解决错误工作、错误的工作方式所带来的伤害。
right? Time off work will not solve problem caused by time on work or time in your work. 所以你要解决我们的疲劳、疲累，我们的 tiredness， 我们必须用从一个新的一个角度，从另外一个方式来看待神呼召我们所要做的工。所以刚刚耶稣，我们刚刚读到他在马太福音第十一章二十八节，他说：“所有劳苦重担、背负重担的人，你可以到我这里来，因为我要赐给你安息。”那我要先承认一件事情，因为我以前看这个经文的时候 ，OK， 我是在一个很愚昧、愚拙、愚蠢的一个态度在看这个经文。因为我在看这个经文的时候，我在想的是，耶稣在告诉那一些劳苦重担的人，这些人是谁？这些人就是那些做错事的人，这些就是没有按照什么，这些一定就是没有走在神心意里面的人。因为你走在神的心，因为你知道 ，When I got saved through no faith preaching， you know what I'm talking about， you know。Faith preaching, word of faith, 这种 yeah, you know what I'm talking about? So everything, 就是宣告 everything. 所以我觉得说一个人会累，一定是代表他没有走在神的心意的里面。我觉得一个人会累，一定是代表他在做错事，他一定生命中一定是有一些的罪，生命中一定是有一些的软弱，生命中一定是有一个破口，你才会进到累的里面。所以我很长的一阵子，不喜欢承认自己是累或是背着重担，因为我觉得只有做错事的人才会有这种感受。但你可以想象，如果我今天开我的车子上阳明山，开上山，然后有时候你车子开上山的时候，旁边会看到有些人骑着脚踏车上山，来、right, 他们骑着他们的，不是 U-Bike 上不了山Don't kid yourself, don't try it, OK, 要骑那种就是那种坐起来屁股很痛的那种脚踏车才上得了山，对，所以他们骑这种，然后你可以想象我开着我的车，旁边有一群人在那边骑，满流大汗，然后我把我的车开到他们旁边，窗户按下来，然后我说 ：“Why are you so weary and burdened？ 为什么你这么劳苦？”然后我 zoom 开走，你会觉得我这个人是神经病，对不对？为什么他们劳苦 ？Because they've been working, and I haven't. And so I start to realize, 当耶稣说凡劳苦重担的人，他不是在讲某一些的人，他不是在讲那些做错事的人，他不是在讲那些 ，you know， 他在讲的是那些愿意工作、愿意付上代价、愿意扛起责任。劳苦是什么造成的？就是你在 work hard， 你在工作。重担是什么造成的？就是你背负的 responsibility， 你带着责任，你带着责任。我们当中有一些的人，你今天在里面，你是劳苦跟重担的，但是你里面一直有个谎言在告诉你自己，一定是我做错了什么。你有个谎言在告诉你自己说，我今天劳苦重担一定是因为我没有好好的读经，我没有好好的祷告，一定是我跟神的关系远离的，一定是因为这一切，一定是因为我没有走在神的心意的里面。 If that's you today， 如果那是你的话，今天我奉主耶稣基督的名，我要释放你从这个谎言中间出来。 I release you from that lie。 你今天劳苦重担 It's because you've been working。你今天劳苦重担，是因为你成为一个可以扛起责任的人，是因为你是一个负责任的人。所以，如果你今天是劳苦跟重担的话，我要告诉你一件事情 ：I'm so proud of you， 我好以你为傲。I'm proud of you. I'm proud of you. I'm proud of you for going up that hill. 骑着那个车子上阳明山 ，I'm proud of you, I'm proud of you。因为你今天劳苦重担，是因为你知道你的身边有些人他们需要你。你今天劳苦重担，是因为你相信你所做的事情是有价值的。你今天劳苦重担，是因为你没有选择逃跑。你今天劳苦重担，是因为你站在同一个岗位已经好多年了。That's why you're burdened, and that's why you're weary. That's why you're worried.那，你如果今天是在
worry 跟 burden 劳苦跟重担里面，我们刚刚说的代表你有认真的工作，努力的工作，跟你扛起责任。所以今天我想跟罗先讲一下，就是关于工作跟责任，因为这两件事情都是好的，这两件事情都是在我们的生命中增加生命中的价值，不仅是在你生命中增加价值，也在别人的生命上增加价值。你相不相信你所做的工是有价值的？你相不相信你所做的工是有意义、是重要的？在我们怎么去看待我们所做的工，我们必须像摩西一样。We have to be able to work like Moses， 像摩西一样。我说的不是你要像摩西一样，可以让死啊、红海分开来。That's not what I'm talking about。我说我们要面对工作的态度要像摩西一样。为什么？因为在诗篇九十章是摩西所写的，这是摩西的祷告。你看他怎么这样子祷告，诗篇九十章第十七节，摩西他这样子祷告，他说：“愿主我们的上帝恩待我们 ，May His favor be upon us。”为什么？使我们所做的都可以亨通。英文说 ：“May His favor be upon us and prosper the work of my hand. Prosper what I'm doing.” 他相信他所做的事情是带着价值的，所以他向神祷告说：“神啊，求你不是只是让我成为你手中美好的工作，不是只是让我成为你手中美好的工作，那个重要。But he actually believes， 他今天手上所做的事情，神是看重的。因为有时候基督徒我们会。”有一种这种很奇怪的这种属灵，就是啊、我不知道我所做，神啊，不是我做的，是你做的，不是我的，是我只是成为你做。但 that's all true， 那都是真的。但是你相不相信你今天所做的是重要的？摩西他相信到一个地步，他说：“求你亨通我手上所做的。”再他就再说一次：“求你亨通我手上所做的。”Prosper the work。Of my hand, Moses, he's proud of his work, 因为他看到他做的工是有价值的。所以第一点 ，first thing, you can write this down, 可以把它写下来。你要在你工作中找到价值，你必须先学习怎么样在你工作中找到价值。但是 Pastor Peter, 我的工作超懒的，我就只是在那个饮料店做 bubble tea 而已。你觉得这个工作有价值吗？ Well， 当你一个礼拜或一个月在那边工作一个月之后，你的老板有没有给你钱？ Hopefully 有啊，没有的话打电话给劳基法，给那个劳不是劳基法，那个基消会、消基会、消防会，不是消防队，不是消防队，Labor Department，OK，、okay? 劳工局，我们 need Deborah right now， 我需要我们的 HR，OK，、okay, 劳工局 ，OK， 打电话给劳工局。So 你工作一个月辛苦的工作，他会给你钱，对不对？那他给你钱不代表就有价值哦，价值是在你把这个钱用来做什么。So for example， 如果你努力的工作 ，your job maybe you don't like it that much， 没有关系。但是你努力工作拿了这个钱之后，你一拿到钱，第一个你做的是什么？就是礼拜五晚上出去喝个烂醉。那你这个工作就没价值。如果你把这个钱只是花在一些没有价值事情上，那这个工作就没价值。但是如果你拿的这个钱是怎么样？是第一个，你可能是 so that you can be independent， 因为你今年已经25岁了。你决定不要继续住在家里面，你想要成为一个独立自主的人，你想要学习怎么独立自主，所以你租了一个月6000块钱的一个公寓，超级多蟑螂，然后什么东西都没有，但是你住在那边，你学习怎么成为一个独立自主的人，那你的工作就有价值。如果你拿了这个钱去上一些的课，那你的工作就有价值。如果你拿这个钱帮助你家里面的需要，那你的工作就有价值。Your work has value， 不是只是因为你在做这件事情感觉到非常兴奋它才有价值，而是你这个工作所换取所得来的，你用来做什么，是这件事情带给你工作价值。每一个人的工作都可以有价值，不是只是在教会里面工作你的工作才有价值，不是只是在做那边别人会流口水的工作才有价值。 Every single job
has dignity， 都有他的尊严。如果你用辛苦赚的钱是去换取家对你的人生是增值的、增值的、增值的、增值的的 activity， 那这个工作对你来说就是有价值。你要用这样的一个思维去思考你所做的每件事情。你今天如果是卖保险的，你不要只是卖一个产品而已，你要去了解你的客户，了解他真正需要的是什么。你做的不是只是业绩，而是你可以看这个人他的生活的需要，他真正需要什么，然后帮助他找到一个真正适合他的一个 package。 当你这样做的时候， You're adding value in somebody's life， 你就在这个人身上帮他的人生创造价值，那你的工作就是有价值。所以第一个 again， 你怎么样子在你工作中找到价值？第二个，你要学习，我们要学习享受你努力工作换来的一切。You gotta be able to enjoy。工作要有价值，你必须享受，学习享受工作所换来的这一切。这就是为什么在圣经的里面，酒是一个喜乐的象征 ，the symbol of joy。为什么酒是一个喜乐象征？不是因为酒会让人喝醉，所以是一个喜乐象征。酒是一个喜乐的象征，是因为当时以色列人不是只是走进那个吧，付个钱买个酒就喝醉了。酒，红酒 ，fine wine 是怎么做的？是一个农夫，他辛辛苦苦工作了一整年，辛苦工作一整年之后，辛苦的收成。收成了这个 grape， 然后把它 grinded， 然后把它 fermented， 做这所有我会做酒的时候 I don't know 中间 involved 的是什么， but it's hard work， 是好多要做的。这些做完之后酿好之酿完之后，然后把你的朋友邀请过来一起喝一杯，这个杯代表是你一年来的辛苦，这个杯代表是你一年来工作所赐给你的。 And when the man drinks it, he's proud of what he did with his hand. He's proud of what he's done. 他可以 enjoy 这个所带给他的奖赏。你知道，当我们工作，但是没有办法去享受工作换来给我们的乐趣的时候，这是一个咒诅。神的祝福是让你可以好好的工作，做得很通，而可以享受你的工作所带给你所有的价值。以赛亚说，他这样子讲，以赛亚他说以赛亚说第65章，他说他们要建造房屋，安然居住，栽种葡萄园，吃院中的果子。 They're gonna enjoy 他们的 fruit。 他们建的房屋不再是被别人居住的意思，就是你不会因为你有做辛苦工作，但是你没有办法享受。他们所种的果实不再被别人享用，是他们自己可以去享用。我的子民必像树木一样长寿，我拣选人必常享自己亲手劳碌的成果。亲手劳碌的成果 ，You can enjoy it. You can enjoy it. 你辛辛苦苦工作所换来生命中带给你的一切。如果你是一位父亲，然后你努力的工作，然后你的小孩去参加夏令营，而且非常的贵。当你看着你小孩去参加夏令营的时候，你不要有一个很 grumpy， 就是很我的小孩都不知道我工作多么的辛苦，他都不知道我的，然后不知道的，他都知道。No， 你看到你的小孩可以安然无恙，不用担心的去参加夏令营，你要告诉你自己，这是就是你工作的结果。当我女儿去参加夏令营的时候 ，She doesn't know 她爸爸要付上的代价是什么。She doesn't know that, but I know. 那这不代表说我不教导她，不代表说不，但是 when she goes and she have fun, I'm happy on the inside. 因为我告诉我自己，这是我努力工作让她可以有的自由，这是我努力工作赐给她的。所以你今天如果努力工作 ，feel free 去吃一个好的一餐，跟你所爱的人。享受那一个美食 ，enjoy that moment。如果你今天努力工作，但是钱不多，你可以买一台二手车，不用。我不是说是什么品牌，怕冒犯到人，因为别人说那就是我开的。OK， 你可以买一手二手车，不要用车贷，去买一个你真正能够 afford 的车子，
真正的，我到现在 I don't buy a car with any 贷款 I only buy what I can afford， 只买我可以付得起的。你买可能是一个二手没有关系，可能冷气都没有办法 work 没有关系，但是你带着那个车，你开着那个车带着你的家人，别人开跑车管他的，你开着这台车带着你的家人出去玩 and enjoy， 这是你努力，这是你辛苦换来的 experience， 带着你家人 enjoy， 你努力工作所换来给你生命中的价值。 You have to learn to enjoy， You have to learn to enjoy， 不要只是工作但是没有办法享受人生，工作但是没有办法享受人生是一个咒诅。神是释放我们从这个中间出来，当我们有办法去享受我们所做的带来给我们的，我们会更有一个动力想要继续的去工作。但第三个，你要成为一个可以扛起责任的人，成为一个扛起责任的人。记得 work 跟 responsibility 都是重要的，Responsibility， 你要成为一个可以扛起责任的人。扛起责任是男生女生都要扛起的，但是男生们，你 please hear me， be a man who can shoulder responsibility。 You have to be able to， 你必须要成为一个扛起，你必须要成为一个有肩膀的男生。 Carry the responsibility， carry it。 你里面要有个心智，就是你要成为一个当你所爱的人，当你亲密的人有需要的时候，他们第一个想到的是打电话给你，这个叫做扛起责任。那我不是说每一个人的需要你都要去帮助， of course not， 但是如果你的电话永远都不会响，如果世界上没有一个任何一个人有需要的时候会想到要找你，那这某种程度下告诉我们自己一个关于我们自己一个事实，就是我是一个没有办法扛起责任的人。那我知道你每次要接这些电话的时候你会觉得有点重担，对不对？ But that means you are somebody who can carry responsibility， 成为一个当你的朋友惹上麻烦的时候他们想要打电话给你的人，成为一个当你的朋友有需要的时候，当你朋友经历到一个破碎的时候，经历你的朋友 you know， 就是 whatever， 他们都有办法去想到你。当他们惹上麻烦的时候，他们第一个想到是打电话给你。 Be a man， be a person who can carry responsibility。 But listen， 当我们 hard work， 当我们认真的工作努力的工作跟我们可以扛起责任的时候，时间久了下来 what will happen， 你会成为一个劳苦重担的人。所以你今天如果是在劳苦重担里面的话， Again I say to you， I'm proud of you， 你的人生是有价值的，你正在带创造价值在你周遭的 家人的里面，亲戚的里面。 You're creating value for 你的公司， You're creating value for 你的 organization， You're creating value for 你的家庭， You're creating value。 That's why you're tired， That's why they're burdened， and sometimes you have to do work that nobody see， 有时候你要做一些事情是没有人可以看到，但是谢谢你是这么的信实，谢谢你一直站在你的岗位，谢谢你在这个中间没有放弃，谢谢你成为一个别人可以依靠的人，谢谢你成为一个在这个世界里面创造价值的人。 I'm proud of you and I want you to know， 辛苦你了，辛苦你了。但是耶稣他对这些劳苦重担的人，他不是告诉他们说你劳苦重担的去寻找安息， That's not what he said。 他说凡劳苦重担的来到我这里来，我要给你安息。为什么他不是说去寻找安息？因为这个世界在劳苦重担的时候都会去寻找安息，但是耶稣却没有说你劳苦重担的时候你要去寻找安息，他说你要来到我这里来。因为这个世界我们的环境我们的文化不一定对安息是有个最好的定义，我们常常把一个没有办法真正带给我们安息的事情把它定义为是那个安息，所以我们会跑向这样的一个安息，然后最后在里面只是最累而已。所以、不要跑向那个 shopping spree online， 刷爆你的 credit card， 然后说那叫做安息。
不要去一个你没有办法 afford， 你没有办法付得起的 vacation， 然后说那是你的安息。不要跑去 porn， 不要跑去 A 片，然后说那是你的安息。不要跑去买醉，然后说那是你的安息。这个世界寻找的安息，定义的安息常常是错的，所以我们会跑向错误的安息的里面。但是耶稣他说，你来到我这里来，让我来教导你什么是真正的安息。I mean, teach you what real rest is. 法利赛人他们对安息的图片就是错的。所以在耶稣在服事的时候，他常常跟法利赛人在这安息的上面有很多这些的冲突。为什么？因为法利赛人他们对安息的图片是错的。他们对安息的定义是什么？就是没有工作，不工作。他把不工作跟安息画上等号。那安息可不可以代表是不工作？可以，但是它不是完全的等号。你可以在不工作里面得到安息，这是真的，但是不代表你不工作你就有在安息的里面。 And so watch what happened, right? 你看到在路加福音第十三章，有一次在 on the Sabbath， 在安息日，有个安息日，耶稣在会堂里讲到。那耶稣在会堂里讲到，没有人有话说。为什么？因为讲到 是一个敬拜， It's an act of worship， OK？ 所以在安息日的时候，你不可以做任何的工，你只能 rest and worship， 只能安息跟敬拜上帝。这是the law of Moses， 这是摩西的律法所教导的，这是神所 command 的。你在安息日你不能够做工，你只能怎么样？你只能安息跟敬拜。所以在安息日，耶稣在会堂里讲到，那有一个妇人被邪灵缠身的十八年，腰弯得很厉害。OK， 我不知道是往这边还是往这边，但是doesn't say， right？ I don't know， trying to， yeah， who knows， yeah， 无法站立。OK， 耶稣看见他，便把他叫过来。他就是妇人，你再不会被疾病所缠身了。耶稣他就按双手在他身上，他的腰立刻直了，便送上上。She started to worship God。但是会堂的主管就是法利赛人，他看到耶稣在安息日为人医病，他就非常的生气。他就对众人说：“一周有六天可以工作，求医应当在这六天之内，不可以在安息日。”不可以在安息日。那为什么这位法利赛他这么的生气？因为在他的脑海里面，安息跟工作是完全分开来的，所以有六日工作，有一日是安息。所以你为什么要在安息的这一日来做工呢？因为在他的脑袋里的里面，他在他的脑海的里面 ，in the way that he thinks， the way that he thinks is this rest， 安息就等于不做工。但是如果你这是我们对安息的定义的话，那做工就等于不安息了。的意思就是你没有办法在做工的里面得着真正的安息。那如果你没有办法在做工的时候享有安息，你就 you're in trouble。 我差点讲了一个台语，但是那个台语不太好。你在想的是什么？我不知道。You're gonna be in trouble, right? You're gonna be in trouble. 如果你没有办法在你的工作的里面也可以得到安息，因为你一个礼拜里面有一天是安息的 ，according to the law， 你没有办法在一天里面去修正错误的六天所造成的，六天的错误所造成的。If you just choose to rest， 你一天没有办法去 repair 其他的六天。All right? You know this, right? One day is not going to fix 其他。你就算休息两天，就算休息三天，你就算不是周休二日，周休三天，你都没有办法去 fix 四天所造成的伤害。结婚人都知道吧？你今天婚姻有问题，有时候你问一个人，有些人有时候会说最近婚姻有问题，然后我就问，那你的 What are you going to do about it？ 你要怎么去解决 ？Well, we decided we're going to go on date nights。我们要好好的去约会，一个礼拜要一次去约会。哇，一个礼拜一次的约会，不，一个礼拜一天晚上约会，不会去改变你六天不跟对方讲话所造成的伤害。你六天 stonewalling， 六天没有亲密的关系。如果你在那六天没有好好的有彼此连接，你去到约会那天晚上，你们只是彼此在滑手机而已。
So one night isn't going to fix six nights. 一个好的婚姻，一个健全的婚姻，一个关系紧密的婚姻是 it happened throughout the day, throughout the week, all these little moments. 是很多小小的时候，小小的时候 like 你们可能在家，然后只是转过来跟他说 I love you。可你在很忙的时候，小孩子在那跑来跑去，在那边吵来吵去的时候，两个都快发疯了。And you look at each other， 一个很无奈的眼神，看着彼此，然后说 "I love you, babe." True story. 在对方没有，当在没有预设之下，跑到另外一个人的旁边，给他一个拥抱。That's what makes a great marriage.你必须学习在每一天每一时刻跟彼此的连结。你不会因为一天晚上的约会 like fix 六天所造成的问题，你也不会因为一天的安息的休息去改变你六天对工作错误的态度跟方式所带来的伤害。And that's why it's so important. 当我们讲到安息的时候，我们要真正讲到安息，我们不是只是讲安息而已。Because that's only a part of the solution. 那只是答案的其中一小块而已。真正我们要寻找的是怎么样子对工做工有正确的解读。所以耶稣他这样子回答，他听完他们家骂他之后，他回答他第十五节 ，OK， 他这样回答，他说：“主说你们这些伪君子 ，you hypocrites。” OK， 有时候我觉得在圣经里面，耶稣说伪君子 is a code name for you dummies。你这些笨蛋，只是他不敢直接说笨蛋，就说你们这些伪君子。他说：“莫非你们在安息日不解开棚里面的牛和驴，带他们去喝水吗？这妇人身为亚伯拉罕的儿女，受撒那捆绑十八年，难道不该在安息日为他解开绳索吗？”反对他人听了这话，就非常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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台湾国语，非常的羞愧。OK， 众人却为耶稣的奇妙作为高兴欢喜。OK， 法利赛人他们非常的愤怒，为什么？因为他们说安息日就是休息跟敬拜，就只能做这两件事情：休息跟敬拜 ，rest and worship. That's so they're very law.The very 律法 about 这个东西，他们守得非常的紧。来，到现在你去到以色列，如果是那种很传统的犹太人的住的那个 apartment building， 他们因为他们觉得按电梯都是工作，所以他们电梯是每一楼都会停在安息日，让你不用去按电梯。可是对他们来说不可以做工，他们的瓦斯是 set 好，礼拜五晚上就 set 好，礼拜六安息日还自动会打开来。因为开火就是一个工 ，so they're very lawful about 这些东西。Sabbath is for rest and worship。耶稣，你不可以做这个工，因为你做这个工，你医治这个人，他叫做工，这就不叫安息。But for Jesus, he's thinking, wait a minute。你说安息日只能敬拜，但是我的工作就是我的敬拜。My work is my worship. Have you thought about this? 你的工作就是你的敬拜。你的工作的态度就是你对神的敬拜。什么叫做敬拜？敬拜最真实讲到的就是信任。你每次在敬拜神的时候，就是把你自己带到神的面前来说，我把我自己交给你，因为我信任你。如果你可以开始把工作看为你的敬拜的时候，你就会知道工作里面最重要的一件事情，要让你可以工作的好，工作的对，就是学习在工作里面信靠神，而不是觉得每件事情都是要靠着你自己去完成的。你可以努力的去做 ，You work hard, you do what you can， 但是你相信神必使你手所做的事情可以亨通。Like what Moses said, "My work is my worship."My work is my worship. 这就是为什么这个妇人她在病痛里面已经十八年了。十八年就是6574天。我帮你算过了，连 leap year 我都帮你算进去了，所以你不用算。超过六千五百天，耶稣只要在
等一天，只要不是那一天，因为那天是安息日，他再多等一天，他都已经等了6500天了，为什么不能再多等一天？就不会是安息日的，耶稣就不会惹上麻烦的，他还是可以得医治。但是因为对耶稣来说，他觉得安息日就是要敬拜。And I cannot think of a better way to worship God right now, to worship the Father than to do the work of Him who sent me. 当我今天在这个时候做这个工作，就是我带给神的敬拜。你有没有办法在你所做的事情上面成为你对神的敬拜？学习在你所做的事情上面全心的去依靠神。所以当你这样子去了解工的时候，你对安息就会有重新的定义，就不会像是法利赛人把安息只是定义为不做工。因为你可以不做工，但是你没有进到安息的里面。很多人没有做工，但他们没有进到安息。And now I know, because I used to, 我在美国的时候，我好多有2年多，我是服侍街友，跟很多低收入，有很多我服侍很多低收入人 ，they look tired all the time， 但是他们每天都没有去工作，只是拿 government 的 check 而已 ，but they look tired， 所以不会因为你不做工就得到安息。所以我们开始对安息有另外一个定义，不是只是 the absence of work 没有工作 ，but we define rest as the presence of trust， 而是信任的存在，充满着信任。如果你可以这样了解的话，你就会知道，不管你今天是在工作还是在休息，你都可以有安息在你的里面。不管你今天手是在做工还是没有在做工，你里面都可以有一个安息。这就是耶稣要教导我们如何去工作的方式。他这样子说，在马可福音第4章第26节，他说：“上帝的国就好像一个人在地上撒种。”每次耶稣说“上帝的国就好像”，他在教导我们就是天国的原则。基督徒，我们要活在天国的原则的里面，不是属地的原则。不是这个世界怎么去看待工，怎么去看待休息，我们要从神的眼光去看待工跟休息。他说上帝国就好像一个人在地上撒种，他天天日出而作，日落而息。 So when the day, when the sun is up, he goes to work. He's working hard. He's doing what he can, 做他所做的。晚上的时候呢，他就回家去休息。种子在他不知不觉中渐渐发芽长大，大地为使种子生长，先发苗后土穗，哦，那是叫穗哦 ，I thought it was 穗 ，That's interesting， 土穗，最终结出饱满的籽粒，籽粒听起来很台语的感觉，切拉米，籽粒，庄稼收成后，他就拿起镰刀来收割，因为收成的时候到了。Okay, what's going on? 他的意思是说 ，When I'm hard at work， 当我拿着我的工具的时候，当我在工作的时候 ，I'm trusting God。当我回家的时候，当我把工具放下来的时候 ，I'm trusting God。当我在工作的时候，我手在那边工作的时候，我相信神的手在我的手上。就像摩西说的 ，May you strengthen the work of my hand。我在做的这个是有价值，我努力去工作。但是当太阳下山的时候，我可以放手，而我相信神的手 is still on it， 神的手不会离开，所以我可以回去，我可以安息，我尽我的能力做我所能的，但是所有的结果交在神的手中。我相信当我尽我所能力所做的，神会给我 double triple5倍、10倍、100倍的祝福。你知道神说你会有100倍的收成 ，right？ 50倍、30倍、50倍、100倍。但是 you better give God something to work with， 愿100乘以100还是零。但是你不会因为你做10，你一辈子只有10。Do what you can， 让神来 multiply， let God multiply。那过去3年半来，在 The Hope， I work hard， I do。但是我所看到神在我们中间所成就，远远超过我辛苦。Because I don't know how it goes, I don't know how it's just growing. I mean, everybody work hard. 我不是说好像 you know, but come on, we gotta be honest, we gotta be real. 神在做的远远超过我们真正努力所可以得着的，这就是神的功。
所以你走在这个中间的时候，你里面要有一个 rest， 要有一个安息，要有一个认知。我安息不是只有在这个时候可以安息，我安息是在这个时候也可以安息。Whatever it is that my hand finds itself doing， 我手在所做的每件事情，我都是可以进到安息的里面。所以耶稣他说，你所有劳苦重担的来到我这里来，我要赐给你安息。我的心柔和谦卑，你们要负我的轭向我学习，这样你们心灵必得安息，因我的轭容易负，我的担子很轻松。What a great passage. What a great encouragement. 烦劳苦重担的来到我这里来。Such a good encouragement. 好大的安慰。直到你仔细去想这个经文，你会发现到这个经文有点不 make sense。因为烦劳苦重担的来到耶稣的面前，为什么耶稣给他们的不是一杯水？为什么耶稣给他们的不是蛮牛？为什么耶稣给他们的不是按摩券？耶稣给他的是什么？轭。Like I'm already tired, and you're talking to me more about work. 我已经劳苦重担，为什么还要来到你面前背起你的轭向你学习？我就已经是背不下 I need to let go of 所有的轭，为什么？ Right? It would make more sense, right? 如果这个经文讲的是凡劳苦重担来到我这里，我会给你一个游泳裤，然后防晒油，我们去海边。凡劳苦重担来到我这里来，我可以秀秀你，一切都 OK。 但是他没有这样子说，他说凡劳苦重担来到我这里来，背起我的轭向我学习。为什么？因为耶稣在说，你要怎么样真正进到真的安息，你要学习我怎么去背负我的轭。 What is he saying? Learn how I do my work。 当你学习我怎么去工作的时候，当你有同样的一个 trust， 当你的 work become your worship， 你的工作成为你的敬拜，当你在工作里面你对神是有全然的依靠信靠的时候，你就可以得到安息。我们当中有些人，你一直在努力工作，你一直在做一直在做一直在做，但是中间后面只是因为你有一个恐惧，你觉得如果你不再做多一点，你就会少的比别人很多。 No，神给你的应许是你努力的去做，做完之后放手。 And watch what God does. You gotta let him multiply it. You gotta let him multiply it. 我们当然有些的父母，你今天 you're killing yourself. 你怎么带你的孩子？ You're so worried. You are already doing a good job. 你做得很好了。你早上给你，他早上有早餐吃，中午有中餐吃，晚上你还煮饭给他吃，然后你确保他有刷牙，你让他送去学校。You're doing a great job. Stop worrying. You gotta let God take over. 相信当你没有在，当你看不到你孩子的时候，神的手还是在那个上面。你要相信，当你放手的时候 ，God is still on this. God's still doing it. And so you can let go. You can let go.你可以放手，你才有办法进到真的安息的里面。Work hard, yeah, do it. I know 有时候在工作都非常的累，说的不是只是工作，我说的是你的责任，责任会让你很累。I know， 但是神必要赐给你超过你所求所想的。So are you tired? Are you tired today? I know some of us are.我们有些人非常的累，有些人扛起这些的责任，做了这些的工， we're tired. 你要来到神的面前， you gotta set and trust. 神他知道他在做什么，神他看顾你说的一切。你可能 you're tired， 你好像像这个妇女啊，十八年来 the weight is crushing you.一直压垮你，压垮你，没有办法站起来。但是今天是神所定的日子，今天神要邀请你来到他的面前。他不是只是赐给你安息，他不是只是秀秀你，他不是只是叫你，他要给你一个重新对
工作责任的图片，用一个 worshipful 的 heart， 用一个敬拜的心、信任的心来到神的面前做神的工。 And if you would do this right， 如果你做对的话，你所做的工会是给你最多 energy 的一件事情。 It actually give you 工作， if you do it right， 它会消耗你的力量，会 But at the end it's always a net positive， 它永远会带给你更多的力气，更多的力量。 If you do it right， 如果你是用正确方式去做的话，最好把我们从座位上可以站起来，来到神的面前，我们把我们的手放在我们的心上。天父，我感谢赞美你。天父，今天在你的面前，我知道我们有很多的人在许多年的下来一直在一个劳苦跟重担的里面，而有些人在这劳苦重担里面，他们不自觉的在怪罪他们自己，觉得一定是他们太软弱，或是一定是他们什么事情做错才会在这样一个劳苦重担的里面。但是主，这不是从你来的真理，这是一个谎言。他们会劳苦重担是因为他们认真的工作，他们成为一个有价值的人，他们成为一个可以扛起责任的人，但是这却不改变我们还是会劳苦重担。所以今天我们在里面，我们要在来到面前学习用你的方式，用你的力量，用你的能力，用你的方式来做我们的工。我们学习怎么样子把这些放下来在你的手中。That we can work and we can rest, but whether we're working or we're resting, we are trusting. 不管我们是在做还是在休息，我们都是在信任。Cause that's our worship. 那就是我们带给你的 worship. Help us to work right so we can rest well. Help us to work right so we can rest well. 正确方式工作，好叫我们可以好好的安息在你的面前，好不好？如果你现在需要被祷告的话，可以来到台前。我们的祷告团队，我们的 leaders， 我们的领袖们，我们的牧者们想为你来祷告。我们可以其他所有的人，我们可以继续在神面前来敬拜。Don't be a spectator.不要只是一个观众 ，engage 在这敬拜的里面，只要继续在你生命中做工。来到台前，我为你祷告，烦劳苦重担的，来到神的面前，神要教导你，神要教导你，神要帮助你，用全新的一个图片来看待你所做的工，来看待你要背负的责任。亲爱的朋友，希望今天的讲道对你来说有很大的帮助，但是不要停在这里，可以把这个影片分享给你觉得有需要的亲朋好友，你也可以订阅这个频道，你就不会 miss 掉任何最新的影片。再来，每个礼拜天都可以邀请你加入在我们 Hope Nation 的一份子，一起在线上加入我们的线上组织。最重要的是，如果今天这个讲道对你有帮助的话，我想邀请你成我们的一份子，透过奉献，可以点选奉献这个钮，加入在我们的 Hope 的大家庭，这样子可以帮助我们把这样的影片、这样的讲道传给更多有需要的人。谢谢你慷慨的给予。